离婚的女人基本都有这三个毛病，离婚离婚，每天每时每分每秒，不知道有多少对夫妻选择了离婚，摆脱了结婚证的束缚，其中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所以也说不得什么。看着如今离婚率这么高，不由得让我们这些没结婚的感叹，如果未来我要找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如何避免离婚等等。因为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，结一次婚就等于掏空家底，如果过不好分开了，也是对两家人的伤害。所以对于爱情的生活，真是让人又渴望又害怕。听过来人说，离婚的女人都有三点情况，一起来看看。一，金钱大过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。现在的这个社会什么都变了，仿佛一时间除了金钱，没有什么再能带来比金钱更好的安全感了。所以有些人变得不择手段，利欲熏心，为了金钱背叛了自己的爱情，背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坑害了相信你的朋友。即便如此，我觉得最后害的还是自己。扪心自问，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真的重要到可以让你变得唯利是图，失去良知吗？最后，所以离婚的女人都有很多都是因为金钱。她们有的是羡慕自己闺蜜又买了一个好包包，认为闺蜜很幸福，自己的老公根本买不起，产生了动摇的心理。有的是因为家里孩子上学、买房、父母养老问题，由于现在房价、物价涨得这么厉害，现在买一栋房子过去都能买两栋了，现在养一个孩子够过去养三个孩子，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金钱的问题。有钱这些就不是问题，还有就是养老的问题。现在的养老院收费很贵，医院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随便去医院拿一次药都能花去一个星期的工资，更别说大病了，那简直就是把一个普通家庭直接拖进深渊。每个家庭最怕的就是有什么不能有病，没什么不能没钱。二，非常会抱怨的女人。居家过日子需要两个人互相包容、互相理解、互相支持等等，婚姻也如此。因为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，发生点矛盾口角非常正常，不吵架的婚姻也不算好婚姻。但是如果一味的吵架，最后导致结婚也只有分开。我有个女同事，她就是非常喜欢抱怨，以至于在公司我们都给她起外号叫大喇叭，因为她抱怨起来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不，上个月刚离的婚，无论是公司、家庭还是娱乐，就没有她不说的。公司的项目还没启动，她就开始唠叨，等到结束了她还在唠叨。看到别人的老公给自己的老婆买包包，她就嫌弃自己老公挣的钱少，什么都给不了她。所以这一类离婚也是能理解的，毕竟一个男人费尽千辛万苦把你娶回去，并不是整天看你抱怨。他在工作遇到烦恼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女人站出来为他出谋划策，即便在方法上帮不了什么，在心理上也要给足够的安慰，这才会让男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啊，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没有一个男人希望自己娶到一个不守妇道的老婆，但是结婚前又无法发现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一旦找了这样的老婆，那最后的结局只有离婚。一般这类女人都是经不住诱惑的，做事可以说不经过大脑，只为自己一时高兴就做出让自己老公对自己不可原谅的错误。而且这类人非常会装可怜，明明是自己的错误，他却搞得一副和自己无关的样子。有的男人为了孩子、家庭没办法选择原谅，但这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因为出轨一次就会有无数次，所以最后的结局都是离婚。即便不离婚，那也是只有结婚证，早已没有了感情，各过各的。